啊哈，花生开花了，可爱的花生儿开花了。这里有一棵，这边也有一大丛，花生。瞧，这里也有几棵花生哦，但是还没有开花。我的蒲公英花开了，黄色小花是蒲公英啦，它跟我们的澳洲茶树种在一起啦，共生共好喽。然后这里也有一撮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哎。我们可能必须把这个万寿菊再修一修，让它有多一点的阳光，才会长得更美妙喽。可爱的花生儿，土。早安，园艺小护家艾玛 Candy，今天要分享的是我们这个花生，看小介壳，哎，小小的那个，哎呀，小昆虫，现在要找它飞走。我们的花生呢，你看看，开了很多的花喽，看看。这里看，这里有一堆的花，它非常奇妙哦。其实我在好几个盆栽都有种花生。也许它不用太多的太阳，还是怎么样，有一点搞不清楚了。因为我跟他买花生的阿公说，他家的花生长这么高了，原来我家的花生也长得这么高了。但是它跟我的澳洲茶树这个小树苗同时共生在一起，那么我发现它反而长得非常非常的茂盛，因为它真的不需要太多的水，它才会长得很好。然后你看看它开了很多的花，看看，你看看这个就是花生的花儿，花生的花儿，这里有几颗我也不知道，反正现在就把这个圆盆呢给占满了。这个我们的澳洲茶树呢，现在在这个夏季这么热的天气，我发觉它长得不是很好。可是下面的部分发现，它长出了很多很多的侧芽，然后上面的这些枝柳呢，就有一些一些的枯黄。也许真的天气太热。好啦，我们分享到这里，这就是我们可爱的花生。花生儿快快长大，我们期待你有美丽的结果。
早安，园艺小画家艾玛 Candy 今天要分享的，哈哈，我种的花生，我大概拿了这样子的花生，应该是这样子，这样子的花生粒有个二三十粒 ，yes， 种起来，后来发芽，然后，种起来，原来长了一堆花生的这个，应该怎么讲？花生苗，讲半天讲不出来，长了一堆花生呢。但是呢，其实真正结的花生果就这么一小盘而已，哈哈。这就是我种第一次种花生的经验。但是感觉还不错，因为我这个已经晒了，大概有两三个礼拜了吧，已经挖起来好多天了，忘记几天了，今天才有空来把它剥开了。还好结实，其实有一点晚了，因为我发觉我在挖这个花生的时候，有的已经冒芽了，像前两天看到的有那个冒芽的部分，我把它塞到土里面，它又长出花生的苗了。这就是我的花生啊，花生的什么事嘞？就是这个事啊，大大小小的就这么几颗而已，应该有个几十颗，五六十吧。这就是我的花生人，我的花生啦，分享到这里。